你的素人是啊，你这死的面皮皮皮三刀面带袂低，你这是泼妇，看我一击，我怕你无识才，就只做咱怕我。这名，这名，奇怪，就害他名他，哎呀，好气啊！阿娘话，哎呦，要出棍，你再放下骹，阿娘我替下。安那，难怪脚哦，我脚遐尔细，脚遐细，你用用牙吐一个，阿娘话啊，万乱之脚，吓死人！我这是脚袂顺呢，我是慢慢的治脚。你头过的嘛？废话还无咧啦！你敢袂用气？会用气安那呢？帮帮忙！帮帮忙啊！给我退一个，给你退一个哈！真是的哈！阿叔啊，这后背台后人去啊，看我，你也滚！给你退一个哈！给我看，你当老婆，好好。八点钟呢，真稳嘞啊！小姐，你哪当安尼对待伊啦？哎，叫他退一下啊！真正找无方向，安尼也袂啊！你较大块吼？无啦，我体重都无变，同款拢九十。哎呀喂，这门钱这门会开哈？安怎退？安怎？难讲啦，人我来无会开。啊，无这门你会开够迄支吗？我卡伫这就要飞去啊！放屁去！迄个鸟啊吼，无啥物功能，皇帝就出比鸟人啊，甲我吃掉，安尼我加我亏怪，啥呢呢？哦，虽然我看到你做面，我强烈吐，可是有当时啊，人讲点心啊，点心，我会当甲伊头壳砍海报，砍海报，哦，啊那叫人加加嘛去，无鱼虾嘛好就对了。啊，我正在拍人呢，要拍人。别阿谈要问你啊，借问一下，阿嫂有啥物做唔对啊？哈，要代表就提起你，滚到要喊了。我系主人。啊，你系主人。滚猪尿尿。滚猪尿尿。叫我一天叫三顿拍。叫三顿个拍。暗时我阁困未起。我阁困未起。叫伊起来拍一顿啊点心。拍一顿点心。哎，拍人嘛足忝呢。意思讲你欺负阮阿嫂欺负到介忝就对啊，喊得真辛苦啦。无啦，那是讲欺负，我是用心要甲伊拍。用心甲拍。哎呦。无啥物所在，迄拍到到地拢会骨折嘛？你也想到我，拍了是煞断去，拍了是煞断去哈。我身躯有弹性，这个弹性给我好用诶。啊，真诶吼，滚下脚，我要上去拍看麦。拍看麦？拍看麦，看有弹性，看有断断来无？无啦，无啦。安怎？我甲伊配合做歹诶。啊，做歹吼。啊，无你甲我教者，你安怎拍？是吼，要拍吼。啊，无我先示范一下你看，要拍做伙来拍，好无？来，安那。三十多年，我在顶你的，会脚烧你都无反应，无反应吼。嘿，恁爸才五十几年，对个，动个动个动，慢食慢食。你拍人吼，我一句熟悉的，咱来讨好啦。你无事来就拍我。快点起来！我降神哦，我降神哦，甲你动手哦，这恁亲戚嘛吼。好。你听，我是拍算啦，咱头前来出啦。啊，就轮子就是袂使闪啊！啊，你讲了因听者，过来，这样来不落，不落去，啊，你叫，啊来，啊你叫，你袂使闪，你袂使闪，啊你动了，就是闹震动，闹震动，啊你就好啊。哎，我试换一下，我你把你拍人，唔对哦，甲动对哦，啊你啊，你拍人够动作，咱人唔知影啦，咱以前哦，拢咧拍人个啊。
用润丝哦，啊，搁抹油呢，春节呢，阿娘话啊。啊，无啊，天照变啊。我总要问你重点，因为这三步叫袂起你，到底是你爱走还是我爱走？你爱跟我拍，哦，安尼好。滚珠溜溜甲我乱讲，我一世人上解不愿。你常常用迄个奶奶出来甲我打招呼，我要硬接硬接硬接，这个无灵听，所以我足出道你。那无，你足无接的，你硬接硬接，你脚床头都比我较大个啊！我哪免接，我在破风的，破风的，我搁拍数的，你看，倒一个，摊上我的皮夹。回头到尾，你远甲我欣赏，直烫的，袂使烫又烫，不是，摊就头前即阵，哦，即阵也即手，回头到尾拢共体格，甲我共款的，因我找无腰，我根本就无腰啊，啊，我才讲啊，啊是讲哦，我拍白白后脚的人啊，系啊，我拍人拍到足痛的呢，啊，你的人都介好性地啊，啊为所以哦。哦，今仔日过年性地这么歹，啊，行到这去这么长，啊，你是要讲什么人啊？啊，讲伊两个啊，这地啊，哎呦，我不应该呢。是安怎讲？嘿，还不出轨啊？不出轨？嘿啊！不过你洗身躯的时阵，叫偷看去。无啊！啊，不是安怎？伊来到中港，我未报案啊，可是伊对我拢无感觉啊。我真系想袂开。讲你中港也无好啊，你小弟弟都已经无唔济，安尼你搁拢到处讲啊？啊，我的代志你也唔捌遐济啊！我哪唔知？后脚的代志我上得了解。人工作流流啊，讲这两个吼，来这是为了破坏伊的家庭啊，所以我才有受气啊。受气了无？我想出关。哎，等下，我跟你讲啊，咱是江中人，吼，内底吼，江中内底人嘛，你看，伊吼，敢若无同款是八世家，算来是人客。啊，既然来咱家，就是人客，咱吼袂用讲。主人伫咧欺负人，徛安尼对人无礼数。我睇什么礼礼数？不是无礼数。我是讲奇怪，今仔衫裤也无过破，啊是安尼讲到为礼数去？无礼数。吼、哦，比人较失礼哟啦。啊，我人都唔捌对人客气的，我有管他咧失礼唔失礼？迄滚珠娘娘哦，就是怪头家娘啊，我就是领伊的薪水啊，伊叫我跑，我就该跑你个死。啊，你敢知我啥物啊？你啥物人？我煞唔知。有道的啊！啊，我是什么人的人，你唔知影吗？我知啊，皇帝咧甲你用的啊。对啊，皇帝用较大，还是君主娘娘较大？我只要吼，你若无听我的话，我来去万岁爷身躯边，甲讲两句啊，啊你即下死啊！你不但要紧，而且甲你赶出宫啊！啊你是一个查甫无查甫的物件人，出去后你生活一定死。我叫咱老出去的时阵，讲咱不仁不义，咱只能去用欺负，哇哈，见，来这靠桥啊，靠龟波，好啊啦，我人家过走啊啦，姑娘啊，啊你够厉害呢，我比我跟我阿叔过老拜，啊吼，都唔知你的名，阿伯借问一下，姑娘你叫做什么名哈？叫做杨桃，杨桃哦，啊你咧，我的名哦，嗯，我叫做翁来啦，翁来，我梦中得了一个梦，还愿我公公向我来解，虽讲我的翁才是最高名，伊名叫做翁来，翁来就是我的阿，我的翁就是叫做翁来，我嘛是太好听怪咧，我这乌白豆的啊，伊若要配合我，算伊足够安尼。哦，你刚才讲啥个？我讲一届哦，我讲得足喘的。我总共一句吼，就是我咧困的时阵，我老公公有来甲我讲咧，讲有得有得的。你哦已经大汉要嫁翁，你敢知你的翁婿叫做什么人？我讲我
唔知影，只要你翁婿报出伊的名是最高名，迄、个就是阮老。我甲你阿婆是无使，甲你叫我两摆面尔，叫我叫两摆尔，我第无钱，你做无？哎呦，你找我做我足好用的咧哈、我是正用倒用坚固，过来用家咧拍倒头车，我有法度应付你。唔然安尼哦，你找我了后的时阵，伫房间来，我中下藏一支铁枝。你若有需要的时阵，爱我，我规身躯躺光光伫遐跳，钢管互你看。唔然安尼，我死你厝！死你厝！我拢有过泰国去研究。人诶哦，泰国迄个所在会吞刀仔片，会吞针，会夹金针，会夹桥啊！桥啊！嘿，你若爱诶时阵，你伫泰国做啥物？莫非你是人妖？我是讲你才是人妖咧，我咧人妖，我意思我是学功夫，为着我人哦会当哦爽快交地啊，所以哦我全部功夫十八般拢甲学了了。你若有需要诶时阵，看你爱倒一步，我全部应付你。非我无见，你无我袂使娶。真正诶，唔行诶时阵，咱两个试看卖啊。你想安娶伊？啊，无是安怎？啊，唔娶我，你是算新诶。算新啦，买也好，唔嘛开啦，都好啦。啊，这两个出一下，勉强答应你。哦，都委屈你啦。啊，我想讲哦，你这头壳，袂输哦，迄种迄葡萄园，袂输诶拖把。我无嫌你，你搁嫌我吗？安怎？要娶你，搁还有条件诶？啊，什么条件？哎吼，跟你讲，头一项我买煮饭的，啊，我甲盖顶食。哦，你人盖顶食。哦对。无你食什么山顶海味，我做好煮的。真实的吼，连我开菜单了，我都应付着你个。你讲。真实的吼，哎好，这条件完过，过第二个条件，我上无爱洗衫，我搁爱做爱洗身躯的。一天上只爱洗三遍。你洗身躯，慢只讲的。我知影讲我煮料理的时阵，我上较爱煮的料理是啥物？啥物料理？红烧水鸡、白配水鸡、炒水鸡、卤水鸡、炖水鸡。对哦。唔系，我对迄种无兴趣，我会吃。你唔会惊迄种哦？好，啊，第二步你讲的。我做爱洗身躯的，我来换衫。为身躯臭味毛，个你做爱洗身躯。我做爱洗身躯，啊，洗一件身躯来换一件衫，一天上只爱洗十遍。十遍也无错，我洗三件，等我洗就好啊。哎，遐这条件阁完过。啊，第三件话，我是无咧趁钱的，所以咧话咧趁钱花开。我着阁趁钱哦，你讲。忘记阿无无，卖啊。哦，卖啦，哥哥往来遐过来过来过来。我办米袂晓，我上届熬趁钱。啊，真是好。你是啊，伫工厂伫咧做目镜，吼。暗时啊的时阵，我去夜市啊咧卖迄个蚵仔煎，吼。唔然安尼哦，拜六礼拜我拢来做管理咧。你做管理哦。对咯。拄到老岁仔歹事的时阵要出门，我就做好路白去咧。做好路白去，叫人白就对啦。我外口趁钱，你带我回去啦。真实嘞吼，哎好，今三个条件拢好多应付啊。哎，先试用三个月啦，到下摆话，然后做正式夫妻，啊到袂话，你做你来做来。你一个月就死啊！你讲哦，三个月死啊吗？一个月死啊！我只做三个月吼。对对对，啊，这种人哦，身体阁歹歹啊，还要操安尼。你食这个哦，三间就死啊。三个月身体像你这阿哥更较好吼。我来无你带药，我来再见拜拜。来，唔安尼啦，伊咧你食醋啦，较安尼啦。好啦，阿公哦，即摆吼恁嫂啊，计是有危险呢。有危险哦。啊，咱去困的时阵，万不哩滚住哦，那阁甲糟蹋，咱要安怎？无要紧啊，到时阵甲对好调吼。二四点钟，甲群主订好条，就免惊阮说有危险啊！啊，二十四点钟，咱哪要去试功夫呢？哎哦，车行半载的时阵，万不哩哦，啥物人要夹看啊？对吼，啊无安尼啊，来群主讲哦，头看伊要做啥物歹代志无？通预防万一。要预防万一哦，群主讲，啊你讲嘛是有影，好来去啊！好，来去。